悄悄问声僧，女儿美不美？这就是大家很多同学是这样，你看，悄悄问声僧，女儿美不美？你看我那个美不美？同学，美 A 不 A 啊？美不美？有多少同学是美不美？美不美？你看出来的声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同学们能听懂吗？我刚刚把悄悄问圣僧这一块的规律给大家，同学们已经回答我了，我是抛给同学们的啊。既然大家都知道啊，都回答的正确啊，应该知道怎么样保持住了吧？我们同样的换字的幅度不要太大，悄悄问圣僧，你没有办法保持住的啊！这个是所有人，我如果这样唱的话，我也保持不住。悄悄问圣僧，然后我要接女儿的女了。同学，昨天我讲的声声慢，我说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跟他第二句衔接，女儿悄悄问圣僧，女儿，来，大家来看一下，我的女儿是不是在问圣僧的僧字的那一块儿？我保持直接把女放到那个位置上的啊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发现了在公屏上回答一下单老师。在我的课堂里，我经常会说一个字，质的不一样啊，那整个音响效果出来的就不一样了。悄悄问声僧，女儿美不美？你看我僧这边直接带过来的女儿的女啊，我都是在一个位置上出来的，一个位置上盯住的，我就不需要悄悄问声僧，然后有很多同学啪垮下来了，然后女儿没，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！我说了一首歌，它是一个整体，你不要觉得你这一句唱完了跟下一句没关系，这一句下一句能不能唱好，你是你上一句造成的啊，有因才有果，你这个字能不能唱好，是你前面的那个字铺垫的如何啊。来，我们再从第一句，我们跟着单老师一起唱到第四句啊，单老师清唱的啊，跟着同学们一起啊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声僧，女儿美不美？然后下一句啊，第一遍是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是一个疑问，最后一个女儿美不美？